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各位亲爱的阿宏，无所不谈，咱在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青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138。来，咱赶紧来看政治新闻哈。这个乖啦，乖就是瓜问题哈。伊咧讲啦，五波啦，五波就对啦，那么要赢，诶，这个胜算吼，无遐简单啦，无遐容易。来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台北报道吼。那么首都之争，连诶甲瓜对决态势吼，会使讲渐渐啊来明朗。台大医生郭文铁长就直接就讲啊，那么对现在起哦，甲选情哦，双方将维持五波啦，我伊家己讲的五波哦。那么要拍赢吼，实在是真困难呐，咱长有这个报道，这个连胜文吼。开始宣布要参选这个台北市长吼，经过这个 TVBS 吼，伊的这个民调吼，都头一个是41%对37%吼，落尾啊，45%，敢是对
对38%，还是39%哈？那么民进党立委关碧玲就讲啊，哦，连个官对决，那是以情形安尼来讲啊，吼。现在民进党的这个提名程序，只干那会这个，只也是这个高雄，高雄啊，高雄甲内面对袂着这个拍啦，吼，伊的这个杂音啦。那么乱军中，伊的这个民进党党的这个人吼，哪要继续？甲这个，敢那讲对袂上拍就对了吼，跟不上拍子吼。这个郭文铁团队就无必要搁再等落去啊，吼，向前行就对啊啦。因为安怎讲，这关碧林是这个贾中庭的这个嫡系啊，对不对？贾中庭啦，安怎啊，伊就安怎啊，啊，所以贾中庭。伊较赞成即个乖啦，因为讲的时阵安尼啊，乖吼，即个算讲伊的即个民调较悬啦，吼，意思就是讲吼，上好爱民进党的吼，爱配合乖啦，或者是贾中庭的主张嘛，啊，所以伊的底细即个关碧玲吼，伊就是讲这个话啊，吼，所以你这个看吼。唔敢讲政治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某一个团体也好啦，某一个科也好，你讲话拢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郭文铁昨就应邀去金门大学来演讲，吼、哦。那么伊表示啦，连胜文是大连帝国的这个舰队啦，啊、哦，家己吼、哦、就是这个独木舟啦，吼、哦。独木舟就对了吼，尤其是看起来吼，连胜文参选记者会吼，伊的孙阿娘摆出的这个阵容吼，佫开始予人惊一跳了，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安尼，所以你甲想讲，讲话伊佫开玩笑，哦，那么伊讲哦，要拍赢，无遐尼啊容易啦。哦，无遐尼简单啦、啊，真正的啦，真困难啦、啊。你该想，所以伊这种人，你看，卡袂着就讲开玩笑，卡袂着拢开玩笑。你该想啊，参像这种的，伊要来，哈、啊，要来做这个台北市长，你该想、啊，哦，敢有这种的这个架势啦？哦，敢有这种的架势无啦？所以伊这种的吼、哦，是做医生吼、哦，会使讲。那伊吼嘛无啥物嘿啊，对阿宏来讲吼，伊嘛无讲徛在第一线，吼，伊的这个这个趋势就对了，吼，所以伊就要退后边，吼，这个郭文铁伊强调啦，目前甲连胜文的这个支持度吼差不多啦。哦，那么未来几个月啊，吼，应该会持续，吼、哦，啊来，假算讲持续就拢安尼生就对了，吼、哦。那么大家吼、哦、爱准备要好啦，吼、哦，一路比赛落去啦，吼、哦。最后吼、哦、结果应该会真接近啦，啊。那么如果会像啊，最后我选赢吼、哦，一个人拍赢两大党吼、哦。这吼、哦、实在是真奇迹，哦，这是这个郭文铁伊家己咧讲。那么民进党今日将召开中常会，针对台北市长征询小组提交的这个五名党内候选人：卢秀莲、郭立雄、姚文智、丁林。那么跟议了后，继续初选作业。那么民进党发言人张顺涵表示啊，
么目前的这个规划是先举行市政发表会，服务的这个参选人有发表市政理念，伊的这个平台啦。那么至于后续伊的这个整合，就是下阶段的这个工作啊，吼、哦，这是有关这个民进党的啦哈。那么开始，啊，要来初选的这个作业。这个迄落有够慢嘞，好啦，咱即阵啊才走出来，啊，好啦，咱阁继续啦吼，即拄啊咱有讲过啊啦吼，那么郭文铁昨由民进党即个金门县党部主委陈昌江等人陪同，吼，来走访金门病院啦，吼，国家公园啦。那么下晡伫个金门大学演讲，演讲啥物啊？生死的这个智慧啦，吼。那么郭文铁搁再讲这个红龟大辩论啦，红龟就是龟嘛，吼。大辩论啊！哦，伊家己哦，伫个迄落讲，伊咧解说啦。伊讲人生哦，即个荣华富贵哦，伊伫咧讲啦。当年哦，伊甲学长哦，伫咧高级法式个即个餐厅，欢送着即个退休个即个老师啦吼，摕着即个孝单个时阵，惊一个啦。伊拢讲惊一个啦，吼，拢惊就对啦，定定咧惊咧就对啦吼。那么三个人吃了26,000块啦，伊讲我看起来哦，拢面拢绿色个，哦面拢绿色个。那么第二天哦，就变数的时阵哦，特别看到家己哦，伊会在了大变哦，看麦，哈，发觉讲的时阵啊，甲伊平常时啊哦，伫个台台边食自助餐哦，啊这个。算讲哦，放出来的这个大便哦，无什么差别啦，哦。那么因此哦，伊特悟啦，伊讲哦，人生的这个荣华富贵哦，不过是哦，算讲一部的这个大便啦，啊。那么我的这个大便论哦，那么引发到大咖如雷的这个掌声啦，哦。伊也搁伫咧讲啦。如果的时阵，那行政院前秘书长啊林益世有遮尼啊这个修养哦，就袂贪污啊啦，吼。那么郭文铁接着就搁讲啊，看这个连胜文哦，伫咧日前宣布着参选彭代伊的这个阵容哦，感觉就亲像一支伊的这个大连舰队啦。那么相较之下吼，伊只是吼算讲独木舟啦吼。那么如果年底吼伊会当选赢吼，迄是真正是一个奇迹啦啊。那么郭文铁原定今日到这个厦门大学啊，甲台湾研究院这个开讲两场安尼啦。但是对方临时通知延后啊啦，哦，被迫取消啊啦，啊，人讲遮粗的，你要去厦门拜托的，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所以你敢若讲到遐轻松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人若知影你的孙阿娘，
要选的时阵，那当然啦，你头一个是以学者的身份嘛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人当然啦，真欢迎啊。但是你即马唔是啊呢？你即马要参选，你着一决定的时阵，要参选台北市长，都无同款啊，都无同款啊，对不对啦？你要看，人大陆迄方面的，你来看吼、哦，是不是啊？伊迄是安怎呢？伊较早是还袂要选台北市长的时阵。那么当然，以学者的这个身份，跟人咧交流了，所以人会甲邀请啊。即马无讲啊呢，是不是安尼？即马你若过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伫个大学的哦，伫个演讲的时阵，这绝对的时阵啊，会讲到政治的嘛，是不是安尼是？哪个安尼人都，哦，甲你排除掉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歹势就讲啊，延后了，延后要延到当时，无啦。歹势甲你拒绝啦，所以吼、哦、啊都歹势啦，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是啥物关系吼、哦，啊延后啦。哎、欸，延到当时，那迄个我再过来通知啦，就是安尼先啊，对唔对啦？哦，有关这个挂问题吼、哦，啊，咱都新闻咱都讲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就会讲这个网络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，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